最近几年以来，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早在两年前的北京车展上，北汽曾经推出过一款高端的品牌 ARC Foxy 7。这款车推出的时候被称作是概念车，可是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经过不断的测试打磨， ARC Foxy 7现在终于要量产了。现在的预售价格大概是1300万人民币，不知道这全国首款的纯电动跑车市场表现力到底如何？今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ARC Foxy 7在外观上特别潮流，因为这款车是全新碳纤维复合车身技术，流线型设计让整车看上去灵动性十足， logo 特别醒目，特别像一只灵动的白狐。 ARC Foxy 7的车身尺寸是4570x2040x1214毫米，轴距是2800毫米，虽然是一款纯电动车，但是通过车身比例可以看出拥有宽敞的空间，而且这款车的尾部专门营造出了一种十分浪漫的层次感，在外观上具有十分强劲的运动感。这款车的动力配置采用了三电机的动力搭配，最大功率可达450千瓦，最高速度可达260千米每小时，百公里加速只需要3秒。良好的性能和百米加速让这款电动跑车和同类型相比具有不小的优势。这款车的内饰也采用碳纤维打造，坐在车上面就可以感觉到有一股清风拂面的感觉，特别是中控台的大屏幕让人感觉到科技感十足。不知道这款全球首款纯电动 GT 跑车是否中你的意，不过1300万元的价钱确实让许多普通人望而生畏。